感谢主的带领，感谢主的带领，让咱大家当拨出时间来守住安息圣日，让我们拨出时间来遵守安息圣日。愿主将安息日平安福气赏赐予咱在座各位。愿主将安息日的平安赏赐给各位。早起，小弟用退到山顶，进到海边，做咱互相的勉励。早上小弟用退到山上，进到海边，与大家一起勉励。咱这道灵恩布道会的这个主题，这是灵恩布道会的主题，就是退到山顶，就是退到山上。有的会感觉讲啊，这个用这个主题好亲像真这个消极。有人会想说，这个主题听起来有点消极。想怎来退到这个山顶呢？这为什么要退到山上呢？其实进有时，退有时。其实。进有时，退有时。主要说你这个世间的时阵，最初在世的时候，常常这个进到这个海边，常常进到海边，来选调门徒，来选召门徒，你要来传福音，来传福音，但是你做工过一段路的时阵，但在做工一段路的时候，伊嘛常常退到山顶，也常常退到山上，你要来祈祷，来在这里祷告，所以这个退不是一种退步，所以这退不是指的退，这个退不是一种退缩，也不是退缩，退更加不是一种退后了，更不是一种退后。这是退到山顶，是退到山上。你啊，得蒙神的保守，在那边得蒙神的保守。退到山顶，退到山上。向神来祈祷，就向神祷告。山顶指的是什么意思？这山上指的什么意思呢？你圣经内底的这个山顶。在圣经上指的山上，常常是指着这个神的山，常常是指的神的山，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神所临在的所在啊，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咱退到山顶，所以我们退到山上，其实一方面得到神的这个保守，一方面是得到神的保守，一方面是向神来祈求对顶头来的能力，一方面是向神祈求从上来的能力，一方面神参咱来同在，一方面是神与我们同在，进到山，这个退到山顶，这退到山上，其实嘛是一种一个进修啦，其实也是一种进修，所以退不是一种退步啦，所以退不是指的退步，所以咱的这个灵恩布道会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灵恩布道会的主题虽然是这个退到山顶，虽然是退到山上但是咱的这个下底这个副题啊哈，下面的副题就是恩典之路，就是恩典之路啊，退到山顶，这退到山上，这就是一种恩典的道路了哈，这是一种恩典的道路你神的这个山顶，在神的山上会当得蒙神的保守，可以得蒙神的保守神的这个山顶，在神的山上会当这个得蒙神的这个能力的加添，可以得着神能力的加添你神的这个山顶，在神的山上有这个圣经神的话语，有圣经神的话语更加会当相信咱这个主我了哈，对，更加可以相信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会当和咱来做互相这个勉励所在，这是可以让我们互相勉励的地方当然早起小弟是用到这个退到山顶这部分来参咱互相勉励，早上小弟是用退到山上这部分来与大家互相勉励，再用进到海边来做咱互相勉励，现在我再用进到海边来互相勉励主要说来到这个世上，这主耶稣来到世上讲起来就是要来传天国的福音，是要来传 天国的福音，但是因为主所行的这个神迹，但是主所行的神迹一挂人来讲这对一些人来说感觉主所行的这个神迹，这神所行的神迹这是在令人感觉说这个不可思议是感觉很不可思议，甚至会当来做因这个世上的王啦，甚至可以作为世上的王带领他们来推翻这个罗马的一个政权啦，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但是主要说来到这个世间，但主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王啦，他不是要做世上的王所以当众人要来逼强迫主耶稣来做王的时候，当众人要强迫主耶稣当王的时候，主耶稣就退到山顶去，主耶稣就退到山上，咱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影众人要来强迫伊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顶去了。这个经节就真清楚难讲了哈。这段经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要说知影众人要来强迫伊做王啦。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当王。所以伊就独自退到山顶去呀。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主要说，唔是要来世间来做王的。确实不是来世上。虽然主要说来世间这个传天国的福音。虽然主要说来世上传天国的福音。看真多人有辛苦病痛。看见很多人的辛苦病痛。看一真多人在肉体顶端有欠缺。很多人在肉体上的欠缺。甚至伊在变饼给因来吃。甚至变饼给他们吃。所以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吃。所以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这里。这就记载主要说这个变饼给五千人吃饱。提到主耶稣变饼给五千人吃饱。所以十四节才有记载。所以十四节有记载。讲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讲这真是迄个要来到这个世间的神迹啦。这就有记载哈。这里就记载着。当这个一挂人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神迹，当众人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感觉讲主耶稣会当来这个锻炼因啦，感觉主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这个来推翻这个罗马的一个政权，来推翻罗马政权。来做因的王啊，来做他们的王。但是主耶稣来到世间，不是要做世上的王啊。但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当世上的王。所以众人强迫伊要来做王。所以众人强逼他做王。伊就独自这个过来退到山顶去了。他就独自退到山上。所以这个山顶讲起来拢是常常来指着神的山。这山上常常指着神的山。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神所临在的这个所在。神所能在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三章的十二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借着摩西来锻炼以色列百姓，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让因来离开埃及。来离开埃及就是要到神的山顶来侍奉神呐、要到神的山上来侍奉神。所以十二节加罗安尼讲啊，所以十二节就说，神讲我的确甲恁同在，你将这个百姓对埃及带出来以后，恁的确伫这个山顶侍奉我，这就是我找你去的一个证据啊。加罗讲啊哈，这里就说了神借着摩西来锻炼以色列百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让因会当来离开埃及，让他们离开埃及，就是要到神的这个山顶来侍奉伊啦，就是到神的山上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山顶常常就是来指着神甲百姓临在一个所在啊。所以山上常指着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所以离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五章的十七节，十五章的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的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七节，讲你爱将因带入去，栽伫你产业的山顶，耶和华就是你为家己所做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嘛真清楚难讲，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山顶就是指着神所做的一个住处。这山上是指着神所造的住处。神所建立的一个圣所。神所建立的圣所。所以退到山顶。所以退到山上。就是到神的教会。就是到神的教会。到神所临在的一个所在啦。到神所在的地方。所以神这个你。神在山顶来颁布十条诫命的时阵，所以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叫摩西到山顶去，是摩西到山上驾着这个石板将这个神的诫命
啊下的管定了哈。对，这个石板将神的诫命写在上面。哦啊，所以啊，这个山顶啊讲起来嘛是神甲啊百姓临在一个所在啊。这山上说起来是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哦，所以啊，《申命记》的第五章。在《申命记》的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的二十二节。《申命记》第五章二十二节。《申命记》五章的二十二节，《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讲这话是神在山顶对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叫如令全会众的，此外并无天啊别的话，伊就将这个话写在两地发板顶交予我了，啊，加了记载哈，所以就记载着，啊，神借着这个摩西。这神借着摩西啊，将伊啊要哦以色列人遵守的这个诫命，将他要给以色列百姓遵守的诫命啊啊写哩啊这个石板顶管，写在这石板上啊啊，所以啊这个要给啊以色列百姓会当来这个遵守啦，要让以色列百姓来遵守啊，所以啊山顶啊拢是来指着啊神啊同在这个所在啊，所以山上通常指着神同在的地方啊，甚至啊到所罗门的这个时代，甚至到所罗门的时代啊，嘛是伫这个啊耶路撒冷，也是在耶路撒冷啊，就是啊这个摩利亚山顶啊，就是摩利亚山上啊来建造神的这个圣殿呐，来建造神的圣殿啊。咱来看历代志下的第三章，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的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旧约五百三十九页，旧约五百三十九页。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所罗门就伫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伊被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顶，就是亚伯斯人阿尼南的合场顶，大卫所指定的所在，伊被好了。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加入记载哈。这里就记载着啊，这个所罗门来建造神的这个圣殿。所罗门来建造神的圣殿啊，就是神向伊父亲大卫显现的这个摩利亚的这个山顶了。就是神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哦啊，所以啊，你这个摩利亚山顶来建造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在摩利亚山上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哦，所以啊，这个山顶常常是指着啊，这个神的山、神的教会、神所临在的这个所在，所以山上常常指着神的山、神的教会、神所能在的地方。哦啊，所以退到山顶，所以退到山上啊，讲起来就是要来得蒙啊神的一个这个保守啊。这说起来是要得蒙神的保守啊，尤其这个世界是愈来啊愈败坏啊，尤其这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啊。当世界败坏到一个啊，这个极处的时阵啊，说世界败坏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啊，神啊就神的这个这种啊时候啊就会来到了哈。这神的时候就会来到啊，亲像你这个创世纪啊十九章内底所记载啊，从创世纪十九章所记载的啊，当这个啊所罗门的这个罪恶达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当所多玛的罪恶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神啊就来毁灭迄个所在，神就毁灭那个地方啊。但是神来毁灭啊，这个所多玛，但是神毁灭所多玛啊，神嘛是借着这个天使，这个世界有天使啊，啊来救拔罗德因一家啦，来救罗德啊，爱罗德因一家往山顶去啊。叫罗德全家往山上去。咱看创世纪的十九章，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啊，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十九章十七节，十九章十七节。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带因出来以后，就讲倒命吧，唔好回头看，莫莫伫平原徛住，爱往山顶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啊，加入记载了哈。这就记载着啊，当这个啊，所多玛啊的这个罪恶达到啊这个啊极处的时阵，当所多玛的罪恶达到极点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所多玛的这个罪恶蔓延的时阵呐，就是所多玛的罪恶满的时候哦，神啊要来毁灭啊迄个所多玛。神要来毁灭所多玛啊！但是这个所多玛内底啊，
站在所多玛里面。啊，有这个罗德一家啦，哈。有罗德一家人。神来啊，怜悯罗德一家。神怜悯罗德一家。驾到这个天使啦。借由天使。啊，来救拔啊，这个罗德一家啊。他救罗德全家。啊、叫因爱这个出来爱逃命。叫他们出来要逃命。唔好过来回头看。不可以回头看。虽然啊，这个所多玛啊，有因啊的这产业拢在遐。虽然他们的产业都在所多玛。啊，但是那是一个罪恶的所在。但那是个罪恶的地方。所以啊，叫因唔好回头来看。所以叫他们不可以回头看。唔好留恋啊，迄、那个啊罪恶的迄个世界。不可以留恋罪恶的世界。爱因啊，这个往山顶来逃跑了。要他们往山上逃跑。啊、免得啊被啊这个啊神来剿灭的吼。免得被神来剿灭。哦，所以。这啊，你过去啊，罗德的这个时代，这在过去罗德的时代，哦啊，神就是安尼来毁灭啊，这个啊，所多玛，神就是这样毁灭所多玛。将来啊，这个世界末临的时阵呐，罪恶末临的时阵呐，将来世界罪恶满的时候，啊，神也是赶快来毁灭这个啊，这个世界了。神也会毁灭这个世界。哦，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在加那山顶坐着，门徒点点的来讲，请他们讲，什么时阵有这个代志呢？你降临加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这就记载了吼。这里就记载，主要说你橄榄山顶来坐着，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哦，当然啊，这里主要说啊，有来预言啦，哈。这主耶稣有来预言。哦，这里圣殿也来被毁灭了，哈。这圣殿将被毁灭。啊，所以啊，门徒点点来请教主耶稣。所以门徒默默的来请教主耶稣，讲你降临甲世界末了有啥物款的这个预兆啦？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哦、所以啊，当世界的这个罪恶满盈的时阵，所以当世界罪恶满了的时候，啊、哦，这里、个、神啊，这里审判嘛来到，这神的审判就来到了。这里、个、啊，所以这嘛是啊，咱应当爱来这里提醒的这个所在啦。这是我们应当要自我提醒的地方。哦、所以啊，你这里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个所在啊，是在十五节到十六节的地方。哦，这主要说来提醒门徒了哈。耶稣来提醒门徒。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讲的，迄、那个惊毁坏可敬的，徛伫圣地，读这个经的人需要意啊，这个回忆。十六节，你是伫啊犹太的，应当到到山顶啊，这就记载了哈。这就记载着啊，退到山顶。这推到山上，都到山顶，逃到山上，就是啊，来到这个神同在这个所在啊，就是来到神同在的地方哦。若无啊，这个都到山顶啊，都没有逃到山上啊，神会这个毁灭这个世界，神将毁灭这个世界哦。所以啊，对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啦，所以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说，推到山顶是得蒙神的一个保守啦，推到山上是得蒙神的保守啊。这个世界啊，是愈来啊愈。这种愈败坏啦，哈！这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哦，所以啊，黑到山顶讲起来有神啊，的这个同在。所以推到山上说起来，这个神的同在。啊，阿麦当啊，得蒙啊，神的这个保守啦。你可以得蒙神的保守。哦，所以啊，这个啊，对咱兄弟姊妹来讲啊，哈，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啊、这个黑到山顶，推到山上啊，是会当神的能力啊，跟咱来同在，是可以让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啊，也当得蒙神的保守，也可以得蒙神的保守。另外，推到山顶啊，另外推到山上，其实嘛是要来向神来祈祷啦，其实也是要向神祷告。主要说，你这个世界来传福音的时阵，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啊，伊常常啊，就是工作过一个段落的时阵，他经常在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啊，伊嘛是来推到山顶啊，也是推到山上。哦，咱来看路加福音啊的这个第五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
但耶稣的名声有法传扬出去，有真济人聚集来听道，嘛指望医治因的病。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祈祷。啊，你这两节的这个经节内底，在这两个经节里面，其实会当予咱一个真好思考的所在，可以让我们一个很好思考的地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耶稣来到这世上，嘛是来传扬啊，这个天国的福音，也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哦，啊嘛来医病赶鬼，来医病赶鬼。哦，所以十五节才记载，所以十五节记载，主的这个名声愈发来传扬出去啦。这主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啊，愈多人啊来啊，这个聚集来听伊的道理啦。就越多人来聚集听道理。嘛，指望讲啊，最后所以当来医治因的这个病。也指望主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病。所以当主耶稣愈来愈出名的时阵，所以当主耶稣越有名气的时候，哦，主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祈祷了。主耶稣却退到旷野祷告。旷野就是好像像山顶咁。这旷野就如同山上。啊，对咱世间人来讲啊，对我们世人来说，啊，人唔是作是希望讲哇，我的名声愈来愈多人啊，知影是如何吗？人的名声越来越多人知道是越好。啊，愈多人吼来聚集吼，啊来到我这个所在。越多人聚集来到我这里。哦，啊，我唔是当吼用得到愈多人啊，诶，一种的这个崇拜。我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崇拜。哦，啊，得到愈多人啊，诶，一个仰望。得到更多人的仰望。哦，啊，这唔是啊，愈好的一个这个所在吗？这不是更好吗？哦，但是主要说并无比外在啊，诶，这个。名声啊，所迷惑个吼，但主耶稣并没有被名声所迷惑。主耶稣知影，主耶稣知道，伊能力啊，诶，这个来源，他能力的来源啊，就是对主而来了哈，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唔好被这个外在啊，诶，这个名声所迷惑个哈。所以不要被外在的名声所迷惑。哦，主耶稣会当来行这个神迹，主耶稣可以来行神迹啊，当然就是。对顶头来的这个能力啊，但是从上面来的能力哦啊，所以这个能力就是啊靠着祈祷啦，这能力是靠着祷告的哦，所以啊主要说无迷惑在这个掌声当中啊，所以主要是没有迷惑在掌声当中哦，所以这是当让咱来做一个思考的所在，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哦，咱那这个进到这个海边。当咱进到海边，当我们进到海，哦，啊，为主来传扬福音，为主来传福音。而且啊，这个做工有真多，这个果效，或者做工很多果效，真多人啊，安尼来这个啊，来阿罗兰，这很多人来赞美我们啊。但是咱是不是啊有迷失啊？伫众人啊的这个掌声当中呢？那我们是否会迷失在众人的掌声当中呢？咱是不是会当佫退一步倒转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退一步？啊，咱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是对神而来啊。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从神来的，不是咱家己搞啊，不是我们自己厉害。所以啊，能力是对神而来，所以能力是从神来的。咱有缘啊，搁退到山顶啊，我们仍然要退到山上，祈求对顶头来的这个能力啊，祈求从上面来的能力。哦，所以啊，你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四章，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23节，马太福音十四章的这个23节，马太福音十四章23节，23节，说了众人以后，伊就独自上山去祈祷，到了暗时，只有一个人伫遐。啊，这个经节就安尼记载了哈。这段经节就这么记载。啊，这个众人散去以后啊，这众人散了之后，伊就独自上山去祈祷啦。他就独自上山祷告，甚至啊。这个到了暗时，只有一个人啦。到了晚上，只剩他一个人。哦，所以啊，主耶稣常常啊，独自一个人去到山顶来祈祷。所以主耶稣常常独自一人到山上祷告。哦，所以这嘛是让予咱知影。这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啊，祈祷就是咱得能力的一个这个来源啦，哈。祷告是我们得能力的来源。啊，而且啊，到山顶。并且到山上啊，就是到神所能在一个所在，到神所能在的地方啊、哦、啊，所以这嘛是咱甲神啊之间啊爱诶一个真美好灵交的一个所在啊。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灵最好美好灵交的地方哦啊，所以啊，咱时常爱到神的这个山顶，所以我们时常要到神的山上啊，来祈求对顶头来的这个能力啊，来祈求从上面来的能力哦。所以啊，你这个罗哥福音的24章，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的这个24章，路加福音24章，49节，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
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爸所应许的降伫恁身上，恁爱伫城内底等候，直到恁对恁领受对顶头来的这个能力。这个经节就提醒咱啦吼。这段经节就提醒我们主要将这个对爸所应许的降临在咱的身上。主要将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主所应许的这个爸所应许的，就是伊的圣灵啊吼。这父所应许的，就是他的圣灵。所以当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阵所以将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时，咱会当来得到对顶头来的这个能力啦。我们可以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能力是对顶面来啊。所以能力是从上头来的。对神而来啊，从神来的。所以咱就是爱常常退到山顶。所以嘛，常常退到山上。就是神的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神所能在的这个所在，神所能在的地方，向神来祈求能力啊，向神祈求能力。这个退到山顶，就退到山上。山顶嘛是这个神的领受神圣灵的一个所在啦。这山上也是领受神圣灵的地方。就好像摩西来到这个西奈山顶同款，就如同摩西来到西奈山上一样。来领受神给因的一个。这个诫命那领受神给他们的诫命咱来看《使徒行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这个人就是指着摩西。这个人捌伫旷野会中，甲西奈山顶，甲迄个甲伊对讲话的天使同在，又搁含咱的这个祖宗来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予咱这就记载了吼。这里就记载着神借着这个摩西，神借着摩西伫这个西奈山顶在西奈山上来。颁布神的这个圣言来福音啦吼，来颁布神的圣言给他们所以来到山顶，所以来到山上就是来到神的教会，就是来到神的教会，就是要来领受神的圣言啦，是要来领受神的圣言，领受神的这个道理啦，领受神的道理所以咱借着这个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借由来到教会，领受圣经神的这个道理，领受圣经神的道理，让咱会当知影安尼来遵行啦吼。那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样遵行所以领受神的这个道理所以领受神的道理唔那会当让咱家己得到帮助，不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唔那嘛会当让这个甲唔捌伊的这个兄弟姊妹，也可以让不识字的弟兄姐妹是讲做伙来分享神的这个道理，或者一起分享神的道理所以出来记记的二十四章，所以出来记记二十四章，出来记记二十四章，出来记记二十四章十二节，十二节，出来记记二十四章的十二节，出来记记二十四章十二节，神对摩西讲：“你上山到我家来，住伫家。”我要将石板加并我所写的律法加诫命赐予你，予你会当来教训百姓。这个经节就真清楚讲到吼。这经节就清楚的说到。神这个对摩西讲。神对摩西说。叫伊上到山顶到神家来啊。叫他到山上神这里来。神要将这个石板。神要将石板就办就是神的诫命石板就是神的诫命以及神所写的这个律法这个诫命以及神所写的律法和诫命来赐予伊，来赐给你们，让伊会当来这个教训百姓，让他们可以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要来带领一些的百姓，所以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讲起来，这是一个真大一个工程，这说起来是个很大的工程。如果要用到人的这个能力。若是用人的能力讲起来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讲起来这好像就是不可能一个任务啦。这说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观点，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如果要用人的这个方式要来带领，如果要用人的方式来带领，讲起来是非常这个艰难的。这说起来是非常艰难的。所以神借着伊的这个命令。
所以神借着他的命令啊，伊的这个诫命，他的诫命哦啊，来颁布和这个摩西，来颁布给摩西哦啊，和摩西啊，会当来领受神的这个命令，那摩西可以领受神的诫命哦啊，来教训百姓，来教训百姓，带领百姓。带领百姓哦，百姓知影安怎来遵行啦。当百姓如何知道来遵行？哦，所以伫整个的这个摩西五经内底，所以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啊，就是神啊，借着摩西要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命令啦。就是神借着摩西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哦啊，所以啊，以色列百姓因伫生活当中要安怎来遵行？所以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要如何遵行？神拢借着啊，这个摩西五经，神都借由摩西五经哦啊来教导啊，这个以色列百姓。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哦，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个啊，这个生活当中知影安怎来遵行。让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如何知道来遵守？安尼啊，这个无来违背神的命令。啊，麦当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来遵行。这不违背神的命令，并且走在正道上。哦，啊，对咱每一个兄弟姐妹来讲嘛是同款。对每个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样。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啊，这个。啊，保罗麦借着这个批信来提摩太讲，保罗曾借由书信跟提摩太说，啊，讲伊是从细汉就来明白圣经的，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啊，这个圣经就是要让咱啊，会当有这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圣经是要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啊，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啦，有得救的智慧。啊，咱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三章的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并且知影你是对细汉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当让你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这个经节就安尼讲了吼，这段经节就这么说啊，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阵，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讲伊是对细汉就来明白圣经啦，所以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哦，啊，伊是安怎会当对细汉就来明白圣经？为什么可以从小明白圣经呢？啊，当然需要啊，这个是大人的教导啊，但这需要长辈的教导。啊，无囡仔人出世起来，什么都唔捌。这小孩出生什么都不懂。哦，啊，当然就是需要啊，这个是大人的一个锻炼。这当然是由大人的带领哦，所以信仰是需要咱家长啊好好来带领。所以信仰是需要家庭好好带领的。啊，将神的这个道理啊，从细汉的时阵就教导给咱的这个囝儿是谁？将神的道理从小就教导在我们儿女身上。哦，所以啊，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啊，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的这个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五节啊，加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阵呐，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讲到这个提摩太的信仰，就提到提摩太的信仰啊，是源自于啊，伊的这个啊母亲，是源自于他的母亲啊，以及伊的这个外妈罗伊的哈，以及他的外婆。哦啊，所以这个第五节就讲到哈，所以第五节就提到，讲想到你心内无为之心呐，所以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啊！这个心是生在你的外妈罗伊，这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啊，以及你母亲有年纪的这个心来，以及和你母亲有年纪心里啊，我深信嘛在你的心来啦，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哦、啊。所以这个提摩太一个信仰，所以提摩太的信仰，就是对啊，伊的这个士大人啊来传承给伊的啊，是从他的。长辈来传承给他的哦啊，这个这份的这个信仰，这份信仰啊，就是啊，用着这个圣经神的这个道理，就是用着圣经神的道理啊，安尼来教导的，来教导哦。所以啊，这个三章的十五节，所以三章十五节讲啊，这个提摩太从细汉就来明白圣经啊啦。说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而且这个圣经，并且这圣经一旦因为咱来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啊，有得救的智慧啦，有得救的智慧哦。所以啊，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神的啊。圣经就是要来引导咱，圣经是要来引导我们啊，让咱会当来进入啊神的这个国度来对。那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啊。所以啊，这个退到山顶，所以退到山上，来到神的教会，来到神的教会，就是要来领受圣经神的这个道理啦，就是要来领受圣经神的道理哦。啊，第四项啊，这个退到山顶的意义啊，
第四个推到山上的意义啊，就是咱啊，你树林顶管啊，要来这个进修了哈。我们在树林上要来进修啊。咱来看这个哈该书，我们看哈该书。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恁爱上山取木料建造这个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讲的啊。这个经节就安尼提醒咱了吼。这段经节就这么提醒我们。讲咱爱上山取木料啦。我们要上山取木料啊，来建造这个殿，来建造这殿。哦，当然啊，这除了是啊，这个当时啊是这个物质的圣殿以外。但这是除了当时指的物质圣殿以外，哦，对，即马诶，咱来讲啦，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啊，咱就是爱来这个上锡安山神的教会，我们是要来上锡安山神的教会，啊，来取木料，来取木料，就是啊，来这个你灵性顶管来进修啦，就是在灵性上的进修，来建造咱这个属灵的这个圣殿啦，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圣殿，哦，咱知影要来。建造啊，这个圣殿，我们知道要来建造圣殿啊。那无材料啊，若没有材料啊，无论你是要建造啊，这个啊木材，这个啊这种圣殿，无论是要建造木材的圣殿啊，还是要来这个建造啊，这个各样啊的这种的这个圣殿，或者是各样的圣殿啊，咱拢是要来取材料啦，我们都要来取材料啊。如何亲像啊，这个。啊，料理的这个师傅同款啦，就如同料理的师傅一样啊，巧妇难为啊，这个啊，这个无米之炊啦哈。这巧妇难为小妇难为无米之炊，小妇难为无米之炊。哦，你国家这个熬的这个师傅啊，你跟你在厉害的师傅，无材料你嘛无落变出啊啊这个。好的这个料理啦，这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变出好的料理哦。没有好的这个料理，要有好的料理啊，基本上就爱有这个材料啦。基本上就是要有材料，无材料你较好的这个功夫，这没有材料再好的功夫嘛，无法度变出来啦，也没有办法变出来哦啊。所以啊，咱这个在树林顶管，我们在树林上啊，咱就是啊，爱来上山顶，我们就是要来上山哦，爱来取木料，来取木料，来到神的这个教会。来到神的教会，啊，你啊，这里多多来进修了哈，来多多的进修啊，所以啊，咱教会啊，有当下买来举办啊，这个恩信的圣学，所以我们教会也常常来举办这个神学，哦，是各样的这个进修会，以及各样的进修会，啊，而且咱下底姊妹拢会当啊，这个当好好来把握一个所在，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好好把握的地方，这个。上山来取木料，这上山取木料哦，啊来建造咱属灵的这个圣殿，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哦，啊所以啊，当咱的属灵的圣殿啊，会当更加完全，所以当我们属灵的圣殿可以更完全，啊神就欢喜啊，神就欢喜啊。如果咱属灵的这个圣殿，如果我们属灵的圣殿啊有非常啊的这个真多这个啊这个缺口了哈，这有很多的缺口哦，啊讲起来啊，这嘛是咱应当爱。注意的这个所在，这所以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哦、所以啊，咱伫属灵顶管啊，当时常诶充实咱家己。所以我们在属灵上要时常的充实自己。啊，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圣殿啊，来当更加完整啦。那我们属灵的圣殿可以更完整。哦，所以退到山顶啊，所以退到山上啊，其实不是消极啊，哈。其实不是消极，啊、因为退缩啊，这个退不是退缩啊，哈。这退不是退缩啊，而是来到神啊，这个山顶。是来到神的山上，让你当得蒙神的这个保守啦。让我们可以得蒙神的保守。尤其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啊，而且这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让来到啊，这个神的这个教会，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会当得蒙神的这个保守，可以得蒙神的保守。所以这个犹大书的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所以犹大书的二十节、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当亲爱兄弟啊，恁却爱在自性的啊自性的正道上。造就家己，在圣灵内底祈祷，保守家己，常伫神的爱中，仰望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啊，这个警察就啊，就安尼人讲吼。这段经节就这样告诉我们。咱爱以这个自性的这个正道顶管来造就家己。我们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以圣灵来底来祈祷，在圣灵里面祷告，而且保守家己上帝神的爱中，并且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来仰望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啊，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生，直到永生。哦，所以按思想啊，会当退到啊神的山顶。所以我们时常推到神的山上，好，我们可以当得蒙神的保守，可以得蒙神的保守，好，我们可以当向神来祈祷，可以向神祷告，领受对顶头来的能力，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我们可以当来领受神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领受神的道理，好，我们在属灵顶冠可以来进修，那我们可以在属灵上进修，好，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圣殿可以更完全，我们可以让属灵的圣殿更完全，再去以上